现在就是有一个，刚刚陈其迈委员提到有一个1560的一个关系文书跟一个1561的关系文书吗？现在主席是一个是陆配，一个是那个政治的专案的长居问题吗？这个部分现在到底是要分开还是要并啊？现在休息。你们就是摆着一副不开会。我们就是要开会，但是你们开会啊，程序要帮你补正啊。这么多人就是要认真开会啊。我跟你讲，民进党啊，在这边等你了。民进党就坐在这边等你了，要开会了。无共的物件，要插到坐一会，啊，唔讨论。民进党什么没有，就是认真开会了。好，那我们继续开会哈。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修正动议是李金玉委员，我们请先读好吗？好。哎，程序动议你们都处理着嘞，再看优先来处理啊。坐下。好，我提了你要宣告我的那个。委员，那个等一下，我提程序问题，你要先宣告我刚刚提的程序动议啊。主席啊，六人提出移民法修正动议，入出国籍移民法第16条第4项文字修正如下：中华民国105年5月31日以前入国之印度或尼泊尔地区无国籍人民，未能强制其出国，且经蒙藏事务主管机关组成审查会认定其身份者，移民署应许可其居留。宣读完毕。那个主席啊。大家对这个16条第4项的文字的修正有没有意见？啊、这个会哈，那没有意见，你按照秩序会，你要按照秩序。我本来就是按照秩序，我想哈，你要先处理我们的提案啊，你不处理提案，我们程序提出动力，你要处理程序的问题啊。来，我们再来处理17条。然后这样胡搞蛮干。谁胡搞蛮干呢？怎么可以这样？我觉得你们主席怎么可以自愿反对？不按照想要反对外配的陆配的案子，你们就直截了当的讲嘛。因为你直接这个第一个连开会都不会开会，当什么主席？17条，我们在处理程序的问题，不处理。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条文的程序的问题有意见，在处理早上在大体讨论开会，大家都必须要讲。你把它再乱搞什么开会的问题？我们坐到台上去。现在在逐条的协商的阶段。坐到台上去。现在在逐条协商的阶段处理了，对。那主席让胡搞。谁胡搞啊？在乱搞。会议的程序也不懂。你们不想协商？他也不按照会议的这个会议规则。然后再恣意妄为，要强行要通过自己的版本啊？怎么可以这样？那么多人在这边要开会，你抱歉，那个版本不是本人的版本。版本是行政院的版本，怎么可以？我想大家维持，根本是在乱搞嘛！维持会场秩序。我提了一个散会动议，连署已经好了。注意对不起，散会动议在这里。散会动议有没有看到？来，宣我们警力宣言，有没有看到？轮不到你先读。动议。哎，你怎么可以把人家散会动议都拿掉呢？好，我们休息。怎么可以？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领先的散会动议。抱歉，我们先开会都不会开会。这黄台欧再版。黄国耀在板乱搞，国民党都搞意识形态。议会大家都来，都在讨论事情。啊，只程序也常会搞意识形态。现在才1:58，胡搞乱。所有的委员都不开会，黄国耀再是乱交差会的。在场的全部都国民党才来两个委员的，国民党才来两个，你不开会，这样子是不入配。除了国民党人都在这里，徐正委员没有来开会啊？我们出去了。主席，你现在要跟你抗议啊！我人拢在这要开会，啊！你做你我来要走，你搁骂我无开会，该对？啊，无搁开啊来啊！叫丁叔来，主席叫丁叔来。你拿三位都是很抱歉，你们就是表示开会嘛？啊，今天抱歉，我让大家拢在这里开会啊，那该对？开会本来就按照议事程序来啊。嗯，够好一路，只懂得搞意识形态，好一路，笑的怎么走去啊？嗯，好玩呢，丢你啊！啊不，那你侬洪忠耀，你做主席，上你去。
麦克风给我，我要拿那个麦克风。嘿，报告委员会，我想今天内政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版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谈难民法相关配套，上回动议先处理，上回动议先处理，政治难民入住身份证，主席，请联络最后一个六年多的上诉人，全国有相信他们的立法权利，上万多家庭他们的权利，我想这些都必须要认真的先处理，出发到民进党先处理。以后用一段时间，办理法相关的立法修法难民法草案，配套措施十五号再进处理，入会备用资料整体稿呈送请立院审查。反对啊！上会口口声声反对，有人反对行政院，主席不发言了。当真正面临审查的时候，却借口程序、议事规则、行党纲的阻挡。事实的真相只有一个，就是民进党基本上就是逢风必反。主席跑去想，民进党在今天下午1:58即提出散会动议，即强行以多数的暴力主导会议的进行。我们散会在所只能休息。少数其实逢风必反就是最大的原因。表面上天正讨论，没有办法让我中国谁反中国，所有背后就是的问题。斗争斗争再斗争，黄太后在这里正式在加持立法院，现在还没有会议，我们再休息不开会。阿哥，黄太后之乱，两边加持立法院，应该给予最严厉的谴责。按照的议事规则来啊！啊，不开会又绕跑，啊来，不开会又休息个几个小时进来，那你又跑出去又休息。嗯，我得到这块呢。这个是什么程序啊？这个是什么程序？我屏东的，我屏东的，去高雄尔咧。立法委员不开会哈、哦，这愧对选民。一个议案不好好的讨论，那也不遵守议事规则，也不尊重啊、我们委员发言的一个权利。这个应该是给予严厉的谴责。啊，改天要叫人家去路过他的服务处。再这两次三番两次这样破坏整个议会的进行的议事程序，这应该给予最严厉的谴责。
那个会议结束的东西拿来。要直接先读。先读。那个已经先读完了，我们要连接结论了，因为协商就送协商了，来快点。那我要撤。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那入出境及移民法第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需经党团协商，请退一位委员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请黄昭顺委员在院会提讨论本案时补充说明。有各位有没有意见？两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好，那台湾地区以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十六条文修正第十七条条文也已经定过了，也是已经审查完竣提报院会。那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好，那现在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那现在针对本次会议议程所做的决议，三位委员提出复议哈，那我们就复议，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意见哈，那我们就复议完成哈。那现在处理临时提案，临时提案。复议了。要处理复议案有，现在处理啊，复议案有没有意见？快点，反对哈，好。复议不通过哈。好，那现在处理临时提案哈，已经念过的临时提案就是，我想有没有意见？我们反对哈，就是复议案我们反对哈。好，那现在临时提案已经处理完毕，我们就还有其他临时提案吗？那我们就散会啊，以上谢谢。